原标题《亮剑山本要偷袭李云龙》，其实楚云飞早就知道，为何不告诉他《亮剑山本要偷袭李云龙》？其实楚云飞早就知道，为何不告诉他，在《亮剑》中，李云龙败得最惨的一仗就是赵家玉之战了，同时这也是李云龙在剧中打的唯一一次败仗。而日军之所以大老远的从太原赶来，专门偷袭李云龙，是因为李云龙之前给他们制造了太多的麻烦，丧命在李云龙手中的日军军官估计加起来少说有一个加强排，为了干掉李云龙，日军司令小冢义男也是不惜血本，不仅动用情报部门专门收集李云龙的资料，还派出了山本一木这最后一张王牌。而山本一木为了能够一击得逞，还专门在独立团物色了一个卧底，也就是朱子明。而碰巧夜袭的那一天晚上又是李云龙的新婚之夜，所以各种对李云龙不利的因素交织在一起，最终导致李云龙惨败。整个团部和警卫排的战士加起来共有84人牺牲，还有赵家玉的300名乡亲惨遭山本杀害。最后李云龙连同受伤的赵刚以及魏和尚等人，总共也才8人侥幸突出重围。这一仗确实败得够惨，甚至比当初山本偷袭孔杰的那一次败得还要惨。那么问题来了，山本要偷袭李云龙，其实楚云飞早就知道，为何不告诉他呢？这里为什么要说楚云飞早就知道山本要偷袭李云龙呢？其实原因很简单，就在山本偷袭完李云龙之后，准备向西极据点集结时，楚云飞就已经事先派出炮兵将山本存放在西极据点的汽车全部打掉了。山本将汽车放在西极据点里，如此绝密的情报楚云飞是怎么知道的呢？山本也毕竟不是傻子，好歹也是日军特种战专家，肯定会事先给自己留好后路，而这条后路绝不可能会让敌人知道，结果楚云飞偏偏就知道了。很明显，山本一行人乘车从太原赶到西极据点集中时就已经被楚云飞盯上，也就是说在山本发动对李云龙的袭击之前，楚云飞就已经知道了山本就在西极据点里。而山本大老远从太原开车过来，自然不可能是来游山玩水的，肯定是有行动，而他这次行动的目标不是李云龙就是楚云飞。因为西极据点附近只有这两股势力，那么楚云飞为什么不将这个情报告诉李云龙呢？很显然他还不敢确定山本是打算向谁动手，另外也或许是因为楚云飞想报李家镇兵变时李云龙抢他一个营的装备之仇，而故意不告诉李云龙。返回搜狐查看更多责任编辑。